其實每一天起床都充滿很多問號嘅啫，今天究竟又會遇到啲咩人、咩事啊？要可能遇到啲咩難關要去過咁，所以今次都用咗呢一個主題做點名。唔緊要啊，你公司咁細，你一步一步你慢慢嚟啊，咁啊遲啲咧就可以適應啦。但係我都想問多個大個問題咧，入邊咧佢點嗰啲主題嗰時候，初戀去到失戀啊，失戀去到初戀嗰啲。唔係，係由暗戀去到失戀，冇翻翻轉頭。暗戀跟住叫佢失戀，唔係有暗戀啦、初戀、熱戀同埋失戀，咁四首歌就代表四個主題咯。但係聽聞你真係出曬名咧，就係好拍得多啊嘛，咁你點可以演繹先？其實憑自己嘅想像力啦，同埋聽多啲身邊人嘅故事咯，聽人哋嘅點咧，咁大家好響。